千金良方，啊，这个够一个答案，咱等一下再讲。哦，恁大家来听，这个听下这个故事，恁就知影讲答案是啥物事。哦，今仔讲的是千金良方。啊，这个千金良方吼，会使讲是诶，伫即个千金，就是表示讲足够值诶吼，哦，足重足好诶物件安尼就对。啊，千金就是讲种甲你得着诶物件安尼。啊，即种物件会当创啥物？会当是即个咱即款即新型冠状病毒吼，会当来帮忙咱度过即个困难。
啊，是阮伊个嘛，当帮忙咱度过这个困难安尼。哦，咱即摆就开始经营故事。较早人就是有一个做人讲义勇的总铺师。义勇总铺师就是咧创啥物？专门咧饲养皇帝，哈啊，照顾皇帝即个起就是饮食起居、饮食起居啦，吼。啊，拢煮较好食的物件，啊，营养的物件来照顾即个皇帝安尼。皇帝要你打理这个国家，一定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，所以这个遗毒啦吼，就是非常的重要的角色安尼。啊，即摆年岁侪啊，年岁侪爱退休啊，对无？哦，啊，即摆退休，伊吼会使讲名望在上就对了，哥哥在上安尼，富贵嘛在身安尼。啊，退休就啥物拢总无啊嘛吼，以前的迄种皇宫是拢有啦，啊，钱嘛真侪安尼。啊，即马退休煞无代志做，无面拢安尼伫咧皇宫内底清无闲啊，吼，啊，又皇帝安尼打理这饮食安尼，啊，煞毋知要创啥，啊，着逐工伫遐安尼行来行去，啊，一工啊，伊着灵机一动，就请了一寡吼，较敖的、较欠卡的着对，啊，我着处理代志啦，啊，着家开一间酒店，迄、那个香店着对，家开一间酒馆安尼，啊，即间酒馆一个开幕啊，话安尼，所有的安尼。乡镇就对啦，来，对，因是属于一个县嘛，啊，因是内底这个县内底一挂小乡镇安尼，啊，大家吼，若要回忆啦，吼，啊是要开讲啊，大家有闲无闲啊，若咧无闲的时阵就无讲，啊闲哦，就来到这个酒馆来，啊，找一挂好友安尼，大家做伙来饮酒安尼，然后啊食饭安尼，啊，我得有闲的人就来遮博感情安尼，乡里的人拢会来。酒馆才博感情安尼，啊，经过一段时间，伊个生意拢非常好。经过一段时间，即个因即个县内底吼，附近的一个小镇，煞起了瘟疫安尼啦。啊，即瘟疫一个起来的时阵，安怎一挂人安怎一直死去安尼。啊，即朝廷就非常的紧张啊，即大官小官，大家是毋是拢爱赶紧处理即个代志？我着派即个国家的御医啊吼。甲一个专员啊，一帮人啊来到伊个国营店啊来甲伊治疗。啊，佫经过一段时间，经过真久的时间哦，拢无法度甲这个瘟疫控制落来，啊人呢，安尼一个一直死去安尼。哇，啊这种代志真正是会使讲吼，朝廷非常的惊，非常的紧张着着，拢无法度安尼着着。啊，即马代志发生啊，即马这个。义勇的这个总铺师哦，哦，伊开进酒馆，伊嘛会惊，惊看到迄人啊，伊才拄仔搁咧讲话，哦，一个头死去啊，倒伫涂骹安尼，啊，规条街啊咧，会使讲，哎，死去的人有够侪了，对啦，安尼，欢喜倒伫破安尼，规条街啊，拢是一挂安尼下身裸体的一挂人死去的人，安尼，拢无人去处理安尼，非常的可怜安尼，啊，即马这个，伊用即个总铺师吼，伊嘛足紧张的，赶紧来把伊的酒馆拢搬开起来，搬开起来。啊，伊的厝是足大间啊，拢大户人家嘛吼，咱即摆讲豪宅了对。啊，因为较早好养，就是拢大户人家，厝足大间，伊就安会当暗暝就拢暗暗定定起来就对。希望讲即个瘟疫唔好，安尼会传染到伊安尼。啊，毋过咧，这真正是真歹讲安尼吼。虽然伊这。这厝遮尔大，遮尔水，啊，像个铜墙铁壁安尼。不过，这个瘟疫的手，啊，那是安尼慢慢来，伸向这个总铺师的身躯安尼。有一天啊，伊就感觉规身躯拢无力啦，哦，啊，搁皮皮喘呢，甚至搁吐血，伊就知影讲啊，我搁忘了无偌久安尼。啊，等伊想着讲我搁忘了无偌久的时阵，伊个心情是足沉重的。啊！有一日，着爬去因家上悬的所在，去看着，向外口去看着，即因的乡镇的每一条街啊，吼，啊，搁藏较远的所在安尼，哇，啊，着安尼心肝安尼足艰苦。以前即条街也是闹热滚滚着着啊，安尼人来人往安尼，哇，拢是人安尼吼，啊，大家拢非常的欢喜安尼，啊，过了真快乐安尼。啊，搁即个瘟疫一个来的时，瘟疫来的时阵，即情景拢总变啊。啊！突然间啊，这个总铺师啊，就升起一个念头，伊讲：“哎呀，啊，即马人都要死啊！我财产遮多，
我的金银财宝有够多啊，还佫仓库吼是满满的衫裤呢，还佫牛身呢，我死也炸袂起。我不如吼，把这物件拢来个下下出去，拢来私下大家安尼啊吼。我迄仓库迄衫吼，安尼有够多呢，我应该吼，互因遮个善良人足多啊，拢无啥人要穿，下身落底安尼，拢穿一件裤安尼尔，衫都拢无人要穿。我这衫规大堆伫床，我摕起互人穿安，来送因穿安尼。我阿姨即个念头一个升起来的时阵哦，哇，真正是迄个是自卑心的迄种心升起来吼，人就无是个啥。伊说怎拢袂惊呢？迄种胆怯啊、惊吓心怎拢无去安尼？伊感觉讲，哦，我即摆要做个代志吼，是一个足伟大、足好个代志，救大家嘛。我阿姨就开始用伊个叫因遐下骹手来。叫较好打，迄就对啦。讲恁吼，即摆吼，甲这，伊就甲这酒罐头泡开，大门泡开安尼。啊，即摆就开始叫因遐较好打、较袂惊的人吼，伊就讲，恁即摆逐工拢爱煮糜，啊，去煮一寡汤、较营养的物件，来互这善良人、无正的人通去食安尼。哦，啊，佫叫一寡吼，伊请的神婆咯，去遐街仔路吼，甲因遐尸体吼。伊迄个死体拢差不多生虫啊、烂啊、烂安尼，足恐怖。啊，伊叫因遮心吼袂惊的人去做这代志。啊，恁大家想看卖啊？咱即卖现代的人吼，人爱讲迄好嘢，拢足爱做一项代志，是啥物？观观察。人听着人对有人讲生气，啊，散到无迄个观望通去用的时阵，伊就讲我要来观，我要来观。啊，大家拢知影观这个观望。是毋是一个足大足大个功德？吼、哦，真正有够迄个。啊，你看因遮个人哦，拢无惊哦，安尼身躯甲因用用个清气，甲因整理理个，啊，着甲因一个人拢甲因起去抬起来。你想看卖，即、這个德行有伟大无？真正是足伟大安尼。吼、哦，啊，经过安尼吼，大家拢经过安尼即个即种好生要做即个代志了，伊个心情嘛拢足好个安尼。啊，较早迄条鸡仔形形零零清清，慢慢吼，迄鸡仔吼恢复了生气啊，就是讲，已经有人安尼行来行去安尼。啊，你敢知影发生啥物情形？啊，这个正能量是毋是足伟大个啊？吼、哦，即摆咱拢做流行讲，大家来接受这个正能量吼。啊，这一切代志、歹个代志，都拢会解决。啊，真正有影，迄个正能量一日就要到咱这个乡镇哦。迄规条鸡仔较早零零清清，即摆毋是，规条鸡仔慢慢。在徛，啊，慢慢聊起，在徛，迄种气氛都无同款哦。哦，大家吼就会互相关怀。啊，你即马好无啊？哦，安尼温柔的语言就伫安尼问，大家安尼互相关心。啊，你即马好无啊？哦，啊，我真好啊，安怎就安尼互相关怀就对。啊，甚至吼，你其他路迄种老魔啊、恶霸，拢总无去啊，大家拢总心情拢转变就对。甚至迄记录吼，嘛唔敢乱乱来。做守规矩安尼，我大家若看到这种情形，是毋是心情足好？心情若好，这病情会改善的。哦，啊，因为安尼做，啊，甚至因迄乡镇的一寡好业人、大好业人哦，看到这个钟后生吼，伊安尼做这个特行，哇，大家拢恶意啊！伊讲，啊，即摆钱是要创啥？啊，死去啊！我偌好业嘛无啊，我金银财宝炸袂起。我的名甲字啦，拢总无法度炸起就对。对阮来讲，拢无意义。啊，人咧讲嘛吼，生死如中如泰山，轻如鸿毛。啊，咱想要选啥物货？哦，即个有钱人已经钱嘛有啊，话功名利禄，啥物拢有啊，就是欠一个啥物？哦，欠一个重情重义啊，啊一个德啊安尼啊。所以吼，哇，因就讲，咱嘛爱来学即个中破西安尼来布施，所有物件拢摕出来布施的。你看这安尼，这侪人来安尼做伙来做的是，迄规个乡镇、规个庄头，来我住附近的庄头，是毋是拢变足好安尼？所以气氛都无少啥，啊，大家拢是安尼讲着话，拢轻声细细安尼关心来关心去。啊，你若有困难，就较紧去甲帮忙。我经过安尼啊，经过差不多一段时间啊，这庄后生突然感觉讲，我的身躯敢若慢慢恢复安尼。我即摆足精神的安尼，甚至我个面哦，拢恢复像较早安尼红个安尼呢，拢无共款安尼。哦，啊，即摆经过即个代志，因个兄弟就拢总改善啊，已经恢复较早个老个。
我一天伊咧困的时阵啊，伊伫咧梦中啊，就梦见一个道人哦，啊，徛在一只仙鹤哦，啊，向伊飞来哦，啊，唱了四句偈哦，吼，哎呦，戴着鲜花千金梦，这世客用草药汤，天外仙公金丹子。愿有着一救运用，带着快捷金丹，带着快捷金丹。哇，这个钟后山庄醒起来，哎，看到伊手真正一盒的金丹呢。啊，金丹内底哦，佫有放一张药单，就是这个草药汤。啊，咱头拄仔念的这四句偈，啥物意思？我来解释一下。啊，带着啊，鲜花。千金翁，这代的指的是啥物人？就是钟后山，吼、哦，哦，伊做诶啥物善善化，就是讲伊诶善行来化解，就是像迄个化解这个瘟疫诶千金诶药方，着着，就是伊德行安尼吼。啊，这些还佫加上啥物？这个草药汤，哦，这个天地拢受伊感动啊，哦，啊，着派了这个道人啊来送这个草药汤安尼，啊，佫加上啥物？天外仙公金丹子，啊，搁再加上这个金丹，啊，安尼就会当安怎？啊，这是会当救大家嘛？啊，这是因为就是这个钟后山的现伊的德，吼，来感化着这个啊上天，所以才派这个道人来送这个金丹来当来救大家。我、啊、这个钟后山哦，接到这金丹安尼。哇、哦，够欢喜的着，伊安尼规个向这个看这个道人往对上方向去，伊着规个安尼甲拜，搁再拜，安尼非常的感恩啊。我第二天吼，伊着赶紧的去听这个照这个药单，去听这个药方安尼，我搁用一部分的金丹咯，啊用一个足大足大的鼎的，足足侪人的嘛爱煮足大鼎安尼，我甲控控控啊，着送落这方圆方圆的，哎来来外外向顶着着。着着瘟疫的人拢来服用安尼，哇，真正足神奇！啊，服用了，伊身体拢非常非常健康啊。哦，啊伊吼，佮做一个代志，伊着甲这個金丹啊，佮送去一个京城，因为京城吼，伊瘟疫会使讲，哪有够久的，拢无法度控制着着。根本有钱人做钱嘛，买袂着，啥物药啊会当甲伊治着着，所以拢无效。哦，啊，即摆伊着利用，因为这个。伊送来这个金丹哦，安尼来做，啊，佮伊的德行啊，终于啊，甲这个瘟疫安尼控制，拢化解啊，就伫含瘟疫，迄京城瘟疫拢总化解啊。我即个啊，京城的这达官显德啊，啊，佮这大官小官，大家拢非常的对伊恭敬的对。啊，这个消息就传哩到对，传哩到皇上的心上的对，伊耳仔来啊，哇，伊就感觉讲，哦，这个仙丹这个代志，真正是不得了哦，不得了。啊，这个皇上哦，伊着足慎重的哦，伊着沐浴，甲身躯洗了清气，然后诶换了清气的衫，然后换清气的衫，啊，搁去一间真清幽清气的房间内底，静静坐落，静静坐落要创啥物？伊着开始忏悔思过，先拢爱忏悔思过，这皇做甲皇上的人，是毋是？有体会着讲，啥物咱这个国家会得着这个瘟疫，是毋是我有欠着？吼、哦，所以伊就讲讲，我这个皇帝啊吼，我应该爱好好啊来反省着，忏悔思过，我是毋是咱这个德做了无好，所以我的国家会发生这个代志安尼。啊，伊即摆思考了吼，伊就用足虔诚、足恭敬的心来写了五大字哦，写啥物？写。千金良方，啊个千金良方就是啥物？一画一画，就是德，哦。啊，是安那这个皇上伊要安尼写，伊就是要让这个千金良方这德会当流过万方的德，安尼一代一代遗传，让咱世人来做一个好学习的德，我们会当安尼学习。你像这个钟后山安尼，所以伊就足慎重的。啊，咱即马像咱即马吼，新型冠状病毒是毋是嘛是？啊，
咧时好时歹，啊，全世界正拢咧提倡啥物？食素食吼，啊，食素食安那爱食素食，就是讲啊来戒杀啊，吼，莫搁去杀杀一挂动物来食安尼啦。伊嘛是一条命咧，确实咱也是一只动物，人要甲咱杀的时阵，咱是毋是惊到屁屁喘？我搁甲你记个哦，你就是食我的人哦吼，但是讲我嘛会甲你讨回来安尼啊，一定有这种心态。你甲我杀，我会气昏你嘛，我会足气的嘛。一讲我找着机会，我嘛一定甲你报复安尼。啊，咱即马就是爱克服一种即个问题，是毋是？咱较早做了真正无好的德行啊，来引来即个心灵观众病动啊吼。啊，若要讲会当全面来克服即个问题。你看，咱真全世界，毋是敢若讲咱台湾呐吼，全世界英国啦，足侪国家拢总咧实行即个素食安尼。其实即卖吼，食素真正是足方便，而且吼，即卖的素食真正是做到有够好食安尼。尤其即卖咧网络，咱若要煮的人吼，啊，即卖有这个手机啊，网络，你绝对会当变一个足牛的，像迄个李阳的总破赛安遐牛的对。只要你要学，像阮第二组囝吼，伊生迄、那个伊。怀胎的时阵，迄、那个婴仔就对，就拢袂无食草的对，伊就是病囝拢袂食，食迄种草的物件，拢食素食安。啊，伊为着要顾这个囝，你看老母的天性，你看有够伟大。伊就足认真的去学煮素食，伊往较早拢袂爱去卤煮饭的对。伊为连这查某囝吼食素，伊就去学煮食，伊安尼吼，逐天的变化拢有够多，我感觉又够厉害，还佫足伟大。做老母就是无同款。啊！在做小姐，伫厝拢妈妈煮便便，对不对？啊，佫会嫌重，嫌使讲这唔好食，迄唔好食。哦，伊即马家己研究这素食哦，哇，千变万化，我真正足感动。我感觉讲，哦，因迄查囝就有福报安尼，因为即个囡仔互老母改变安尼，啊，让伊食素食，食到囡仔足健康安尼吼，身体嘛足好，真少咧感冒啥。啊，若感冒，伊若喝一个迄种姜汤啦，啊是迄洋葱水哦，饮啉的吼，安尼就好起安尼，抵抗力足好，无影讲食素。对身体无好，绝对袂。只要你有注重五谷杂粮，逐项拢平均，你的身体绝对袂比食迄种草的吼较歹安尼。所以这个故事就是予咱一个足大的启示，讲啊，咱若要用这个千金的良方，这滴我听听会当来预防咱这个新型冠状病毒，啊，佫会当吼予防伫咱身躯一挂无好的病症安尼。这吼就是予咱上大的启示。我今仔日，因为即摆新型冠状病毒足严重个着对啦，所以我较会想讲，来讲即个故事来鼓励大家，吼啊尽量来做善业安尼。我今仔日故事就讲到遮，感谢大家吼，那也嘛真希望恁大家拢会当继续来收听阮个歌文之声，鹅卵滴滴答，再见。